光之兄弟群体信息，关于第四与第五维度，通灵莫尼克马修翻译 Google。 我们对把第四维度到底是什么，第五维度是什么，以及将来会是什么的完全错误的融合表示遗憾，这方面存在巨大的混乱。然而我们只能触及这个主题，因为你的内在还没有让你理解和吸收你在这些不同维度中的未来的开口或工具。它废话太多了，原谅那个词。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的是，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类都能过境。不幸和幸运，对和平、欢乐、宁静、兄弟情谊、创造美丽世界的世界有着深刻渴望的存有，将有更多的过境可能性。绝大多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在第三维度的意识层面，仍然完全受制于快乐，无论是感官的快乐、权力的快乐等等，都会过分。在一个绝对没有竞争的维度上不开心，在过渡到第四维度之前，并且确定这一点，将会有一个巨大的清理。我们不想使用这个词，会有非常大量的离开。离开的人会去一个完全适合他们的世界。因此，与计划相比，一切都很好。你绝对不能有悲伤，因为即使是那些将在大转变之前离开，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的人，如果他们准备好以另一种方式体验它，也会在第五维度找到你。他们将简单地离开他们的肉体，并有机会为自己创造一个身体回到第五维度。第三次元是物质的次元，五种感官的一切都是有形的。第三维度是卓越的幻象维度，但它必须如此，因为它不是精神维度。众生发现很难通过思想来创造，所以他们利用物质、人类意识以及他们的想象力提供给他们的可能性来创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在第三维度创造了很多机器、很多工具、很多完全没用的东西。当你的意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时，你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同。向第四维度的过渡将是短暂的，我们无法准确告诉你它会持续多久，但与你在第三维度所经历的相比，它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它是一个过境维度，是第五维度的学习。当你能够感知到第四维度，我们以某种方式描述它时，你会觉得一切都在你周围，甚至在你体内移动，你的物质不再具有一致性。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这将是不平衡的。你什么都抓不住，因为在这个稳定之前，在你的物质和你的意识稳定在更高空间之前，一切都会波动。你将不再有任何地标，因为你将完全放弃你在第三维度中的样子，它绝对不会为你服务。你会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学习新的生活。请放心，您不会孤单，就像您决定体验第三次元时一样。当你过渡时，无论是过渡、提升还是疏散，无论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中的更多人都会在那里帮助你，因为你会真正像新生一样出生。在你当前的状态下，你将接近对你完全陌生的存在、思考、感受和爱的方式。在你现在的状态中，你只用你的眼睛所感知的东西、你的手所触摸的东西、你的耳朵所听到的东西来运作，你完全处于对包含第三维度的东西的接受性中。您使用已获得的工具来探索和体验这个世界。很明显，当你不再处于第三次元中时，其他的工具会被给予你，即他们会在你身上以相当大的方式发展。
为了能够真正获得和理解他们，你必须在第三维度为他们做好准备。也许最困难的将是一段持续时间很短的通道。当你到达你的意识和地球能量的零点时，你将被迫转换，而这由你自己的能量制成。这种转变可能会破坏稳定，因为正如我们告诉你的那样，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黑暗的三天将是你重生所必须的三天。第五维度，当你完全稳定下来之后，本质上就是精神创造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机器对你并没有真正的用处。当然，你将能够创造船只，但它们将由你的能量，你所示的能量制成。这个世界上的第五维度将持续很长时间，但你将能够为那些想要它并相应工作的人进入更高维度。在你的第三次元中，你已经可以进入第四次元，而对于某些人来说，我们说瞬间就可以进入第五次元。当你在第五维度时，你有时会进入第六维度，甚至是第七维度，但不是永久的。这些是为更高的意识和振动做准备。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许多存有说他们是第四维度的，一些演讲者也这么说。我们顺其自然，我们只是说，也许当你处于特权状态，当你处于和谐、完美对齐时，你就在第三维度之外。如果不是我们告诉你的，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解释第四和第五维度对你来说是什么，因为你的感觉和理解的可能性还没有完全发展。只要知道，我们继续说，如果你无法通过你的身体进入这个过渡，你将非常非常快的有可能加入那些你所爱的人，他们将在第五个过渡方面。第五维度也会让你接触到非创造物的实质。这种物质可以表示为一条巨大的金色物质河流。它无关紧要，但它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你可以利用它来显化你想要的一切。当然，为了能够接触到这个非创造物的物质，你必须完全纯净，因为没有它，你自己的创造物可能会摧毁你。明白我们想告诉你的。在第五维度，你将有可能创造出你所需要的一切，以便在你需要时为你打扮并滋养你。一切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人会说，这都是幻觉，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物质，只要将我们的思想投射到它上面，就可以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这只是一种幻觉。我们会告诉你，不，所有伟大的扬声大师，所有仍在世界漫游的伟大大师，从来不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我们非常非常亲爱的光耶稣兄弟做了什么？他从宇宙物质之中创造出来，然而他是个男人。例如，他给所有饥饿的人食物，当他从宇宙物质中创造时，他并不是在第三维度中创造。他的振动大大提高了。他非常痛苦，因为他必须调整门徒的振动频率，以便他可以将他们提升到一个让他们能够理解他的水平，以便他们也可以准备好去做你可能认为是奇迹的事情。这是在更高维度等待你的一点点。要到达那里，你仍然有一条有时很困难的路要走。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说的是真的。我看到了这磅礴的能量，它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他无处不在，真是太棒了。思想只是投射到这种物质上。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希望我能创造，我看到他们的微笑。莫尼克，他们告诉我。
你还是个孩子，你还没有准备好。问题：我们的多维性会发生什么？会与我们的多维性相聚或融合吗？的确，当你在这个非常高的维度中时，你将能够接触到你的高我。但是要知道，在这个未来的维度中，超越你的高我，仍然会有一个多维度，你不一定可以访问。每次你以振动方式提升自己，并进入更高维度时，总会有另一个多维度在你之上，直到你到达源头，合并。非正式人员设法与他们所有的多维性融合，从更高的意识提升到更高的意识，再到神圣自我与源头融合。这是一个永久的提升，一个自我的永久提升。这可能有点难以表达，但我们的频道感觉到了。我们将第三和第四维度，以及第五和第六维度联系起来。我们喜欢这样说话，因为这样更正确。当你在第五维度时，正如我们告诉你的那样，你已经拥有了你可以支配的所有精神能力，你将可以进入你的一个重要的多维度，因此，进入你在第五维度的高我。给你一个比较，这对你来说可能看起来绝对非同寻常，就是在这种融合中，就好像你在第三维度与神性融合。不可能真正与神融合。你部分融合，你与来自神性的能量融合，这与你的意识水平相对应，与你的振动状态相对应。如果你要以你目前的振动与你内在的神性完全融合，你就会被吞噬。你明白吗？重要的是说，这有助于你的理解，因为你总是说与神融合。你谈论了很多关于神性的事情，这非常好。我们会告诉你，当然你必须继续谈论它，但你只是部分的与你内在的神性融合。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你内在的神性代表上帝的一个例子，想象一下，你需要提高多少振动才能与它完全融合？这将是相当可观的。所以，即使你设法与你的神圣自我的一部分融合，它已经是非凡的了。我们相信这些解释对您的未来很重要。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